好，左下胸，不舒服。啊，左下胸不舒服。我看到夜空当中有那个流星呢，流星呢，好像有流星，像流星，这像那个不是流星了啊，这像不是流星，是那个外星人移了个火箭过来啊，移了个火箭过来，但遥远的地方看。 好像是一个流星呢，外星移了个火箭过来，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长江水里冷却一下子，冷却完了再放到一定的地方，再固定好，就这么个过程，这两天就马虎难事情，好，这两天马虎难事情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